妈，叔公哦，你也是敢烦恼讲家己无代志做，无我给你一个建议啦。什么建议？即马李可欣哦，因为一挂私人的代志，叫海国赶离开一品啊啦。啊，伊即马也无收入啊，我是惊讲哦。以后疗养伊的钱哦，伊可能也拿不出来。啊，你甲迄个张美芳，啊，两个敢那相处较袂歹嘛？还是讲哦，你去甲张美芳，带返来厝里照顾。奇怪嘞，啊，你那特别咧关心美芳，啊，想要照顾伊。啊，之前个江大啊派人来疗养院找人的时阵，你搁甲因骗走。小美啊，你到底有什么目的啊？无啦，哪有什么目的啦？就进前俊豪不是甲可心哦，安尼欺负甲舔舔舔，啊，我这做妈妈哦，就是过来对可心哦，也是感觉足亏欠的啊，所以哦，你才想讲啊，找机会替俊豪弥补伊。阿顺顺啊，替俊豪赎罪。你是这個意思？你讲了嘛对啦，讲啊一个俊豪啦，迄罪孽实在有够深的啦。我嘛真正唔知影当日怎法度，怎法度甲弥补完啦。妈，所以哦，咱即马都爱较紧哦，替俊豪做一寡功德，安尼哦，你后底厝哦，咪当安尼轻轻松松过日子，安尼唔是一件哩个。好啦好啦，啊，无我过两工啊，就来疗养院办事节啦，哦。哦哦。严哥哦，你绝对袂当，我可心在讲，这是我出的主意。哎呀，不如这什么啊？就搞好别乱想的啦。万不伊，伊那个话讲哦，我如果不识个一下，安尼，好伊顶多变作是歹伊啊。安尼你即马知影吼？你看，恁两个母仔囝做遐尼侪失德的代志。你看，即马连日要做一下好代志哦，咱嘛无人相信啦。好嘛，莫搁一直念，一直念啊！我真是白人诶，我对我态度遐尼歹。好啦好啦好啦，莫念我，莫念我，来来来，紧来。你甲这话，这水凉啊，做咩？好，你念念咩？你念咩？好。哦，我来内底洗衫。啊，你慢下。哦哦。好，无代志。那我喊你多好呢。你做移植手术的时候就搞我重感冒，你是调岗的嘛？你若真是不信管我啊，你妈不怕多啊？一定是李俊豪给妈那走的，这款傲步就一箭不射才甩出来。没有我无，我真是会生气，我要打电话来骂伊。我来骂啦，骂卡。今嘛嘛个来当等你啊，对不？我等恁爸爸回来，等你十几年，阿弟嘞，我等要甲你收敛，我等三十几年啊。
一点仔时间啦。好啦好啦，咱做伙加油，我会陪你。多谢。来啊。这么衰啊，走到就让堵住。哇，这么衰好不好？来创啥呀？哦，我知啊，你一定想我爱我挂出去了后走投无路，在家找妈妈哭哭。你搁甲讲哦，那不是你走去海王的记者会闹，我哪有可能变到这么凄惨啊？那嘛是家己做滴来啊。我只是把你所做的代志讲出来，让大家知影尔。刘慧婷，你是安怎就是唔肯和我好过啊？我是倒位去解着你啊？你是安怎偏偏要跟我做对，要欺负我？我欺负你，你可心可拜托的哦。你自细汉穿好用好，过遐尼好的生活，是你唔知影珍惜，我哪有唔知影珍惜？是你家己看出来的。你若是卖甲李俊华两个人浪费时间，孝顺你家的财产，变红赶出去。讲到底，你就是乱阮背皮的人。我真是足后悔的，想到甲陈一凡，要叫你遐尔济届啊！我敢有叫你救啊？是你家己想过家暴？好啊，我真正听袂落去啊！可心，特别你做唔对代志，伊拢讲你会反省，啊，结果呢？你唔若无反省，佫做出予人愈来愈无法度原谅的代志。妈，这个做唔对代志的人明明就是燕斌，是伊双脚踏双船的。燕斌是唔对啊，啊不过我即摆是咧讲你，你对伊小东做的代志我拢知影。人好好一个查某囡仔，你共害到安尼，啊即摆咧，你搁在遐讲一寡无负责任的话，这就表示。伊根本就无应该甲燕斌结婚，嘛无应该甲伊有囡仔。小春，你都唔知影要好好反省你家己啊！我拢已经遐尔凄惨了，是搁要反省啥？你哪会想看遐啊？当慧婷，慧婷自细汉到大汉，伊的成长的环境比你差足济呢。啊！不过伊敢会因为安尼，伊就去抢人、去害人啊？好啊，你莫阁讲，我无想要听。在你的心肝内，不管刘慧婷做啥，伊无拢比我阁较好。你若无想要，就跟我出去。我咧教阮妈讲话，甲你有啥物地台啊？今麦阁变是你妈哦？真是无拢我煞求你拜托伊，伊做骨髓比对，你就是唔去。你敢真正把妈当作是你妈？因为我就是唔甘愿。甲所有好的物件拢留予你我嘞，你干哪样骂我、批评我？好啊，你别阁怪人了吼！不怪人，我是要怪啥啊？我会变作安尼，拢是你害的。你若是无领养我，我人生该安怎呢？李可欣，你是讲啥哩？你跑啊！凭什么跑啊？比我跟你是同一个幼儿园大汉嘞！凭我，在你放我出去时，拢是我甲你斗三人救你的。你真啊，我足失望的。交出去哦，以后别再来找我跟阮妈，阮无可能找着卡萨遐尼阿公，大家都互你骗去。你这个人，我看清楚啊！你敢会记？我绝对会帮你算。出去。囡仔，伊思想哪会这么偏差？我到底是倒位无该教好啊？好阿妈，你莫后白想啊，这跟你也无关系啊，拢是家己的选择。
我忝啊，我想要休困一下。你有代志先去陪伊，好我去。好啦，我想要先看一下俊杰，下面就等你公司无用，哈。要啊，休困啊。刘慧婷，我原本在海洋生活比做得好好，都是你害我变得这么凄惨落魄的。你就是，你是起笑，不是滚水呢？对，我就是起笑啊！今仔日，我一定要替我家己出一口气。小姐，请问你要找啥？这是有管制的哦，你袂使去吧？哦，歹势，我见唔到路啊。哦，总是走啊！慧婷啊，上个料理是无啦？李可欣啊，你起笑啊！拄才见天美光，都要甲我抬呢，真的是够恐怖！我小弟一定要来报警。春吉啦，我甲慧婷来看你啊呢。我就知影恁美婷的家，你别怪哦。你紧出去哦，若无吼，我要报警哦。报警就报警啊，怎会惊嘞？你可心，你头头上到这支手，生我嘴皮啊，是倒手。也是假手啊！俊杰，俊杰，你小心！俊杰，俊杰，俊杰，给我来！俊杰，再给我来！俊杰，俊杰，再给我来！我现在就怀疑了俊杰，俊杰你敢知影？我一阵啊，拢在想讲，我的人生当中，敢有啥物快乐的基地？
得出去。咱细汉的时阵，你常常教我做功课，常常陪我佚佗。你总是对我这么有耐心，而且你又这么温柔。不管我做什么代志，你拢会跟我做个就好诶。啊，不过俊杰，你是安怎就唔肯接受我的感情？俊杰，我是真正足喜欢你，你是我这世人唯一爱过的人，你敢不知影？俊杰，俊杰，我不想再跟你分开啊！你怎么离开这个世界好不？俊杰，我真的活得足痛苦的，俊杰。明明就是你的不对，你是安那搁甲大家讲是我给你创误之事啊？我讲的是事实啊，你搁有理由哦？等下随去写一份报告给我，我爱看到你真正有在反省。哎，李可欣，你做决定之前是不是应该想清楚啊？你搁敢讲？可欣，俊杰，拄则有接到毛毛虫找你的衫来滴。可是你上惊妈妈创的，我想即马应该无迄个心情上班啦。伊今仔袂阁存念吗？我甲你讲啊，李可欣，你紧走，伊洗手间哦，甲三汤尿检查看卖啊，啊无落来，把我创到死，伊无应该死的所在，直接就死去啊！我受不了。到底是安卡还是俊杰？啊！想到你两个阿妈看后边，拢有记。
啦，我啊嘛有一个记，啊，跟你同款呢。无啦，我想看也无一下，你是在想啥？哎，慧玲啊，哎，刚我刚跟你做伙吃土豆饭嘛，你袂记得啊？来，拄则你想哪会知影？你可心惊毛毛虫，而且你拄则对伊做迄件代志，俊杰有做过，就是提醒我。继续是毛毛虫藏在柯先生后边，而且这件代志是我带你去一片时阵发生的。你若是徐安康，你哪可以知影？那是，那拢是俊杰搞我的。哎呀，这么想是想拢分不清啊啦！这个关关的伤痕，就证明你是李俊杰。起码到底在北房昏迷不起的人是安康，我，哎呀，我这个做妈妈真正有够害呢，啊，这两个囡仔佫交我身份，我竟然拢看袂出来。我迄个时阵头壳都已经拍架了，而且我佫开车去弄死迄个凶手呢。后来我家己想想话哦，俊杰这决定哦嘛无啥妥当啊。伊会当甲大家讲实话就不要紧啊，根本就无必要替安康活落嘛。俊杰，安康即摆昏迷不醒啊，这毋是你的责任，你真正无必要安尼做，你嘛有家己人生爱过啊。毋过伊即摆变成安尼，拢是我害，当初是我害伊面受伤。今嘛，我有个害昏迷不醒，我真正感觉对伊足歹势。你对伊感觉歹势，迄是一回事；，啊，不过用伊的身份继续活落去，阁是另外一回事。阮大家都无希望你用这种方式来弥补伊啊。迄是因为我知影，安康对你来讲足重要的，我赞助我。俊杰啊，你千万唔通安尼想。虽然讲你较早有做唔对代志，啊，不过妈妈无希望讲哦，你是为了安康活落去，你嘛爱做你家己啊。啊，过去我做收集唔对的代志啊，我根本都无迄个资格活落去。至少即摆安康还阁活咧啦，哈！咱要好好照顾伊，我相信总有一天啊，伊会清醒啊。是啊，春杰，安康出种代志，这真正袂用怪你。咱若要怪，都爱怪咧李俊豪啊。你知影无？妈妈看你即摆阁活的哦，我真是足欢喜。俊杰，你甲安康哦，拢是爸爸妈妈身躯顶的一块肉。即马不管是啥人倒的，啥人活的，爸爸甲妈妈的感觉拢是同款的啦。你莫阁是讲哦，阮希望活的人是安康哦，阮绝对无迄款的想法，好无？慧
可能不管怎，咱即马要好好保护安康，袂当予伊阁受到任何威胁。所以，甲准个交我身份代志啊，绝对袂当予世间迄边人知影。尤其是李有贵，有贵啊，即马甲吴香梅过咧高高低，所以绝对袂当予伊知影。你是在看啥？看到这样认真，连插都不爱插我。谢亚军这是媒体采访，即摆咧直播啦。对吧？谢小姐，大家拢知影你进前受伤，造成全身瘫痪。要唔过你伫短短时间内重新站起来，搁转去天威集团做总裁。敢袂当甲大家来分享一下你的心路历程？一开始我确实是因为我一世人就安尼有勇气啊，但是好佳哉，我身躯边的人无放弃我，一直甲我支持，陪伴我，所以我才会当重新站起来。当然，我嘛感谢遐欺骗伤害我的人，因为因。我叫勇气，下定决心去打去天威集团这个当打，完成我爸的心愿，让全世界哦，知影天威集团这颗闪耀的星星。切！伊那星星哦，我都月亮啦！你敢有看过星星比月亮更光的呀？啊？谁说是月亮啊？因为身边女神呢，才十个拢无共袂用了。啊！继续看哈。你在浴火重生的过程当中，最大的困难是啥？最大的困难是打败自己的心魔。阮公司还佫有所有股东，拢伫咧怀疑我的身体佫有能力，是不是有法度经营公司？我嘛捌安尼怀疑过我家己。但是第一张，我是要感谢天威集团前任总裁刘嘉文小姐，因为伊予我的心灵还佫有帮助，我恢复信心，我知影未来路安怎行。当然啦，我嘛想要对欺骗我、伤害我的人讲，我谢亚军已经浴火重生。恁过去是安怎欺骗我、伤害我的？我拢会一项一项把它套回来。这谢亚军真正欢喜到过头啊！伊动作会当站起来，真了不起啊，是无？竟然敢公开伫媒体面头前跟我咧呛声，我今嘛就代替月亮惩罚你啊！代替月亮嘞？我跟你讲，我听讲谢亚军哦，最近要跟一个国外回来大头家合作，做高定理。变成是吼，让因公司董事会第一张的成绩单。假使讲哦，伊接到这张订单哦，到时阵哦，总裁位置伊就算坐了稳啊，你就算有较侪股份哦，天威的经权你就摕袂到啊。所以啊，我无可能顺伊的心意啦。安怎？刚刚你有其他办法对付伊啊？卖袂给你。我是想了解蔡振祥跟谢亚军的人，我现在就来想一个办法，让他们两个龙狗相加。这个想法确实是不错啦，但不过你打算要对谁下手啊？就是谢亚军现在最要紧的那份成绩单啊。下面也听讲啊，振祥，
那一定真久，唔捌安尼做伙坐过来开讲啊。莫来这套，你若想要讲离婚的代志哦，无可能。我已经讲过啊，除非你甲天威集团股份填好啊，那无免讲。有人莫离婚啊，安尼至少阁有一个真正疼惜你的人啊。这人是我。这是卡，你是小白会牙起来是？你甲李俊豪想要抵我的名，你莫叫我是讲我唔知影。即摆甲我讲这话，我那是相信，才有鬼的。俊豪，我是在唔讲你，你即摆安尼留伫个谢亚天的身躯边做奴才，你是想要弥补，还是想要小赚？你莫白，你甲因爸仔囝害得这么凄惨。不得卡到时阵过来互看档，啊！你今妈咧做牛做马，敢有计较？你讲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我的意思就是，咱会当合作吧？什么合作？你不要拿合作。我知影谢亚军最近要跟一个大客户合作搞定你，你只要和伊这件代志讲未成，安尼我就将你股份还给你。你真正要甲股份还我？嗯啊，无得卡，咱阿母过当好好。伊即马甲李俊豪感情遐尔好，佫会想要转来我的身躯边？你想都没安尼做，我就是要跟谢亚军拼一下输赢，还阁有啦，我就是袂爽看伊做总裁。我感觉你甘愿留伫谢亚军的身躯边，做伊迄只话来就来、话去就去的小狗啊？这个 case 对亚军来讲真重要。设计都是家己画的，还有嘛是家己写的。我若想要阻止，恐惊无遐尔简单。你想过客气啊？你这粒金头脑，有啥物代志做袂到？只是袂甲不愿意啊。人家讲啊，思念总在分手后。我感觉咱也是上适合的一对。要对付因遐假神假道的人，咱两个人都爱合作。啊，若无，你做好人留伫谢亚军的身躯边，敢那会当互糟蹋尔？我安尼看来看去，你的面还是较适合做歹人。你要考虑一下，还阁考虑哦。好啦，那呢，你莫想伤久哦。你是蔡正祥，蔡议员对无？蔡议员近几年帮寄侨学区啊，予伊入去名牌学校读册，我真正就感谢你耶。而且听讲你是天威集团总裁的囝婿哦，真正是年轻有为，多谢你啊，蔡议员。你嘛好啊，伊近前因为贿选，议员资格早就去予人取消啊，而且伊是市场卖衫出身的，一点啊背景拢无，可是一个食软饭的。天威集团的曾经早就该好好出去啊，变到啥物拢唔是。你搁甲伊讲，他做创啥物？惊啊惊啊！安怎？去用气焰的滋味，真艰苦吼。小动作，我选掉议员的时阵是遐尔轻呀，大家对台湾拢是泼泼塌塌的。今晚什么拢无啊！大家对待我，就采取笨手同款。
所以我唔才跟你讲，你要将你失去的物件一项一项偷倒转来，让所有的人搁再尊重你。你讲了我唔对，要将我失去的物件全部拢偷倒来，安尼就对啊啦。安尼就是我最是卡介意的查甫人，老公。我就等你回来跟我并肩作战哦。不过，你莫话担心过我。我真的很想你的，你要赶紧好起来，听到无？是对啦，我今日无发现，一阵仔伫我身躯边的人是俊杰，不是你，你根本对我就失望了。你来啊，俊杰。不一定是的，我是刘高义被骗你的。想叫你两个是相生啊，谁说一模一样？而且你还有特别介绍是安康，专工。去拆一粒鸡，甚至叫一只会害你无命的土豆包。俊杰，我真正不知道要怎讲你啊！想做你拢会做出一挂，和我唔知要安怎接受的代志。没事。是我无阿公这样巧，所以我总是会用一挂较偏见的想法去做代志。我不是这意思，我意思是，你不需要那种。伟弟，你敢知啊？我其实。做现实安康的，因为会当看到你上界真实、上界温暖的笑容。过去我做真侪伤害你，也搞大个代志，就算你即马肯原谅我，不过我徛伫你的面头前，我依然是感觉足自卑的。因为我的心内一直有一个声音在高呼，大家介意的人是安卡，不是我。所以，在我看到杀手将安卡车落去的时阵，你敢知我的心内有偌尼啊惊吓？我真正不知影，要怎甲恁交代。姐，你无需要跟安康比，你真正无需要安尼想。你是你，安康是安康啊，恁两个拢有家己的优点，无人会当代替谁，所以嘛无谁比谁更加好。
到我都一直无路过，我家己心内一关，我拢会想过，伊若是知影受伤了是红卡，毋是我，恁大家一定会出痛苦、出失望的。所以我才决定要温暖大家，来给这些红卡。俊杰，你明明知影，我知影你死的时阵，我有偌尔伤心，偌尔艰苦，甚至我去到，你知影还有算笑，你迄个时阵就伫我的身躯边啊，敢毋是？大家拢希望你会当好好活咧，而且你嘛是我真珍惜的人。虽然你过去做唔着代志，不过你敢知影，这段时间我想到的你。我是较早迄个甲我鼓励，下为着要保护我，不顾一切，也就温暖的李俊杰。哎，拢是你过我，是过认错，是过宽容啊。是你对家己太过严格啊。大家拢知影，你是一个本性真善良的人。阮大家嘛知影，这段日子你是偌尔用心的保护阮大家。我对大家的感情，阮拢有感受到啊。所以俊杰。我袂怪你，搁一届欺骗我。我无家己的身份，叫做是安康，甲大家做伙。因为我知影，嘛理解，你有你的理由。我今才作假的讲，你若是知影真相，一定会对我失望，阴惨我。你想伤济啊啦！你所经历的这一切，我是绝不敢。那人心可怪了，虽然安康今嘛不美不气，我是真正就艰苦的。阿姆哥，我看见你好好活嘞，我真正比啥拢更加欢喜。我相信天公伯啊，一定会保庇安康赶紧醒过来，嘛一定会保庇妈的身体早早恢复健康。我想要把我的气力用在祝福每一个人，我无想要再浪费时间去怨恨，还是怪别人。我真正无想要甲你可心感慨。
姐，你来啊！拄啊好，我咧想你呢，你得来啊！我今仔日哦，真正足欢喜的。今仔日哦，我真足衰。唉，想到我的人生，我的命运，会这样可怜又搁悲惨。因为你是女主角啊，女主角哦，拄啊开始的时阵哦，拢会足可怜足悲惨的，不过到最后哦，拢会去拄到伊心爱的白马王子，就参照迄童话故事同款哦。迄拢是骗人的，我算什么女主角啊？总是风放散，风起险，佮有一个头脑无清楚的妈妈。原本想讲哦，我予你家修养，得当做豪门千金啊。结果今妈煞变成安尼，想到别人的妈妈，不会当予伊做靠山，家己疼惜。啊，不过我煞啥物拢无，连倒过来照顾你，趁钱予你带疗养院。可惜，你莫艰苦啊！你本来就是千金小姐啊！我会用带你去见你阿公，你阿公这么急这么急的哦。那真正是安尼就好啊！乖，李小姐你好，你好。张美芳女士她住在疗养院的费用，之前好几期都没有缴。我后礼拜我一定会交钱，请您给我一挂时间。我们最近有很多人排队要进来了，今天你若没办法缴钱，就要请你带张美芳女士离开了。那不我随卡电话给朋友借钱，等下你再等我一下，好。可心啊，去好阿妈。可心啊。你卡孙啊，暂时无方便，甲你阿姨才当去厝照顾。啊，无安尼啦，我甲恁阿姨吼，伫遮相处真投机，而且嘛真听我的话。我用个带伊转来阮家，互我来照顾伊啊。你要照顾阮阿姨，敢是李俊豪叫你来对付啊，甲阮阿姨带走的？你是想要对去啊？我对俊豪甲伊妈妈，伊两个所做一切代志，我根本就无认同。这你应该知影才对啊！你确实甲伊无共款，啊，不过你安尼白白讲要替我照顾阮阿姨，我也是感觉足奇怪。可心，我知你最近发生真济代志，手头可能嘛无介方便。我阁想到俊豪较早对你遐尼歹，你也是为着伊去坐家，你就当作是我这阿妈替俊豪来弥补你，你放心接受我的好意，以后我甲恁阿姨带转来阮家，我好好照顾伊，好不好？啊，不过阮阿姨的头壳无啥清楚。我惊会造成你的困扰。袂啦，哪有啥物困扰？我伫个家，全力阿姨看顾，我当然知影要安怎照顾伊。啊，假使你若袂放心，你会使定来我厝下看恁阿姨啊。俊豪阿妈，多谢你。那无，阮阿姨就麻烦你照顾啊。我跟你讲哦，你以后得爱去俊豪阿妈因家住，你就要乖乖，唔通给人惹麻烦，知影无？我有闲再过去看你。好。终于回到我们 Sweet Home 了。最近的店内底生意有够好，我够甜的呐！哎呦喂，真是的呢。今麦后悔啊哦，真正是哦。啊，进货帮忙寄的时阵哦，感觉哦，太难就不够用的，有淡薄吃难的。你今麦才知啊？
我早就注意到吼，咱的体力吼无比以前啊。啊，而且我已经特别买这個。嗯。等等。对啊，要提前保养我们的身体。哦，赞哦，水妹。嗯。啊，你什么时阵买啊？嗯，我什么时阵买，我跟你讲哦。心灵在个更呢。对对对对对。哎，这看起来最好的咩呢？哎。今天就好啉咧，嗯，那好啉啊，这个吼有好的蛋白质，能帮助肌肉生长，啊，伊的钙含量吼足多呢，哦，嘛个人维持咱骨头的健康，啊，而且哦，那搭配运动吼，咱体力跟行动力愈来愈好，你后摆吼进会时阵吼，就来照顾我啦。啊，什么时阵恁较好啊？嗯。什么时阵啉哦，拢好啦。啊，若是你哦，工课无闲，无食早顿，你用啉这哦，先止压，吼，还佫用补充营养。哦，无唔对啦，咱哦，真正哦，爱好好保养啦，维持好状态。而且哦，这水生瓶哦，大水管嘟嘟啊好呢，真正足方便呢。赞哦！而且哈，一个有特别添加两种钙，有研究讲哦，也让钙质的吸收时间哦变更加长。水妹啊，真正哦，就多谢你的照顾啦，有你哦，和我以后拢有好体力。当然啦，我特别选给你的。我知啦，我知啦。你讲昏迷不醒的人是安康？是啊，其实这阵啊，有时阵我拢会感觉安康的眼神怪怪，迄款眼神是有俊杰才会有诶。有一届啊，伊开始立刻醒的时阵，我就互伊惊着啊，无怪，伊就是俊杰啊。啊，伊两个人交换身份哦，你敢要怪伊？我一开始确实有淡薄仔生气，想转就去甲阮大伯讲老实话。啊，不过后来我想想的，我当理解，所以我们感觉真同情伊，因为伊感觉伊过去做伤侪对不起大家的代志，伊惊大家若知影昏迷不醒的人是安康，不是伊，大家感觉就艰苦的，所以才叫做是安康。出现在大家面头前，我想咱俊杰吼，真了看轻伊家己啊。其实不管是俊杰也好啊，安康也好啊，我拢希望吼，也能平安健康啊。是啊，我嘛是安尼甲俊杰讲的。我阿爸，你免烦恼。后来我两个甲我拢讲好开啊，我希望也当想通。啊，对啊，啊你近久找得安怎？看有啥物新的线索？有啦，我有找到一个监视器的画面啦。我是怀疑哦，阿冠来出车祸，跟阿个 Jessica 有关系。Jessica， 你想到要安怎做啊？这我都唔知啊。我已回啦。哦。哎，老狐狸，刘姐啊，阿丽奈，下礼拜啊，多谢，好，拜拜，爸，拜，阿妈，慧婷，阿妈真是想袂到，想袂到我的早孙就是慧婷，慧婷，阿妈。老狐狸啊，坐落来讲啦，好，坐啦，坐啦，好，啊，坐。妈，你最近身体安怎？好。
阿妈真好，阿妈真好。姐夫，多谢你，多谢你安尼，这么用心，疼疼慧婷，照顾慧婷，而且搁甲慧婷教养到安尼这么善良、乐观、坚强。我真正唔知影，要安怎甲你讲多谢。老夫人啊，其实哦，我嘛无啥物教，那是慧婷的本性哦，本来就好啦。你真正是足谦虚的，管你家即阵会安尼这么落魄，拢爱怪我，怪我过去一直拢用错误的观念、错误的方式伫咧教育囡仔，才会让迄三个囡仔伫因成长的过程中，承受这么侪痛苦，到甲尾啊行偏去。迄个时阵，我就明确知影，尊敬一直拢真介意慧婷，但我偏偏啊，就是要甲因拆分开。姐夫，迄当时我呢，对你讲真侪歹听话。嘛对慧婷讲真侪歹听话，我真正就是嘞，是嘞。老夫人啊，莫安尼啦，啊，遐代志吼拢过去啊，都莫搁提起啊，吼。在我一无所有的时阵，慧婷也搁愿意来借我要做当流汗包，一直来跟我鼓励。我真正是三生有幸，才当有你安尼这么善良、这么乖巧的查某孙。假使时间来当重来，我的好友英，还是要甲查某囝生落来，好爱的好好疼他，栽培陪伴伊长大。英哥。一切都无得挽回，因为我个人的偏执观念，害这个囡仔受到这么多痛苦，我真正是对不住你大哥。阿妈，你莫遐尼啊伤心啦，哎呦！今日是真甲你欢喜的日子呢，对不？咱来笑，莫去哭吼。来，好啦，阿妈莫哭，阿妈莫哭，阿妈以后拢会听你的话。是讲哦，慧婷诶，你是不是愿意转来你家人做鬼庄？你家己决定就好啦，啊，不管你以后姓啥，爸爸爱你的家，你永远哦都是爸爸的宝贝查某囝。阿妈，我即马暂时无想要做遐尼侪改变，啊，不过我赶快好好友好你。妈，慧婷足乖啊，嘿，你做几种代志哦，免急在生气啦。对啦，你讲啊真对啦，这拢爱怪我家己当年哦，这么啊固执的想法，才害咱一个好好的家安尼，有甲龙家散体。啊，慧婷，阿妈吼。诶，啊，佫有足侪迄啰新的观念、新的常识知识吼，拢需要恁遮少年人教呢。阿妈绝对会做一个吼，足乖足听话的学生，一定真学习吼。好。
等下，这几个是我专门拣出来，啊，你看卖，看对一个较适合接你可心的工作。我看这样代志哦，你先免处理了。你若讲我以前无请得做，嘛是无啥问题啊。啊，这李可欣一个来啊，你不甲我过去抓，实在是起鸟起搞不定。对了，来，李白。啊。你去做一份报告，公司这边损失的这变故报告好啊。啊，财务部唔是拢个出人好哩啊？无啦，阿姨，我诶是干啦，退休损失啦，啊个营业的损失啦，我这边要甲一厂关起来。哦，迄关厂的损失，啊个厂房的资本。你都要算出来啊！我唔知道我多大，我甲其他股东做一个说明。啊？想做要家己先关起来啊？啊！你出代志，恶心官僚的代志，不管遐尼大，我即马无赶紧处理，一定会影响到我的选举嘛。爸，我相信真紧，到其他的新闻会看不到一片的代志，社会上也真紧提防袂记啊。搁再讲一枪。是咱公司主要的生产线，生产的拢是咱公司主打的商品，有真侪其他的主管拢是对遐训练出来的。有一个一品老员工对一厂的感情拢真深啊。你即马是安怎？因对你家的感情迄个无关系啦，你还会记的呢？你即马已经改成四工啊，咱四工在做代志，唔免用感情。是。我了解啊，那下老王讲，你怕是要把人调去倒位啊？唔免调动啊，全部主权。爸，我希望你给咱考虑一下。遐王讲礼品做真久啊，可是讲来真正要将法律行，主权人的成本恐怕也真高。所以我唔才叫你去做一个报告给我。对，即马开始哦，分放无薪假啦。等到因若冻袂调吼，因就主动离职啦。我这法律部分，你再去甲法务部研究一下嘛。阿爹啦，迄报告第二时会当好啊。那无特别的状况，过几天刚提到好你啊。好啦好啦啦，紧去处理，紧去处理。慧婷啊，啊，你想要重新推出的当牛挂包的计划哦？是啊，进前是因为我还有位周董，你才会停落来。啊，不过今嘛，出了第一市场，竞争力是愈来愈强啊呢。昨我跟阿妈见面的时阵，我就在想啊，我感觉今嘛是当牛挂包重新出发上好的时机。哦，啊，所以头拄啊，陈一凡讲，伊要去南部拜访卖猪排的厂商，就是为了这件代志哦。嗯。免那麻烦，我吼，甲各地方的农会，也佮有食品的厂商，拢真熟呢。我凊彩敲几通电话，你要订甚物款的好食材，拢毋是问题，无需要叫伊走一逝。有啦有啦，拄只讲的话哦，我拢有甲陈一凡讲啊，啊，毋过伊就讲，伊一定要走一逝，你看安心嘛。哎，等等。伊是对实在袂安心，还是对我袂安心？哎，恁袂到呾，搁伫咧提防我吧？哎呀，你好贵啊！你莫后白想好无啦？大家嘛拢知影，你已经改过自新啦，对村里是真心付出的，无人怀疑你的忠心啦。是啦是啦，而且要推出一项新产品真简单，啊，不过要把这项产品哦卖了好，那是真功夫哦，做出来。
上重要的这牙骨的部分，就要靠你了。是啊，这山内底看你的表现啊，哎、你是食品界啊，诶，老先輩呢？哦，你是千万不通浪费哦。为什么部署你着真短？一摆的产品哦，好歹就是看你。No problem 。诶，讲实在啦吼、哦，这个产品的计划真好。啊，不过产品的名叫做当牛挂包，诶，是不是当改一下？啊？为什么啊？哎，你嘛知影啦，即马哦，诶，工党的呢下骹手人拢叫吴小美当牛，所以我对当牛这两字的感觉就哦，真复杂啦。哎，这个名是不是应改一下？是啦，啊，阮阿妈的挂包单是改名，安尼就失去相合作意义啊。哎、欸，等，你头拄讲啥？我讲，那是改名就失去相合作意义啊。不是，我不是问你一句啊？你头拄啊讲，那是恁阿妈的挂包单。哎、欸，徐安康啊，啊，当时阮阿进变成哦，恁阿妈。不是啊，啊。啊！你嘛知我之前，哎，失去记忆的时阵哦，你甲做过五年李俊杰啊，当初拢叫阿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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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后来虽然讲恢复记忆啊，不过我的阿妈叫惯习啊，阿妈是家己当作参像我阿妈同款啊，所以我唔只一直叫伊，阮阿妈，阮阿妈，阮阿妈，无干咪是恁阿妈啊！莫甲讲这啊，这毋是重点啊，重点是讲哦，除了明星以外，你敢要有其他的建议啊？这哦，其他的部分。我哦，拢无意见啦。即个是我甲阮阿进合作的产品，我会全力支持。哦，安尼好，安尼好，哎，照这个计划来做啊，哈。嗯嗯，好的，好的。哎，阿妈，阿妈，你来啊！我会叫你着恁开会无？哦，无啦无啦，开会开煞啊！哎呀，阿妈想讲哦，来遮安尼哦，看你有啥物代志需要阿妈斗相共无？谢阿妈。阿静，嘿嘿嘿嘿。你鬼，你来伫遮？阿静，小姐。来，好听。这个你鬼哦。是不是过来给你找麻烦？无啦，阿妈你误会啊。其实伊即马甲爸同款，拢是春日员工。是啦，我哦唔是一般员工呢，我即马即部的挂名是副总经理，算是春日食品的核心人物啊。李有贵，你甲老实讲，是唔是迄个姓江派你来？唔是啦，冤枉啊！阿进，即马我的心哦已经伫你家这边啊，啊江海嘛知影，所以我甲伊是势不两立的。你俩准讲，我会相信你讲的话哦。佩婷，来，阿妈甲你讲，这李有贵吼会来恁厝里，一定是有目的的。反正哦，是迄个姓江的哦派来咧做内应的。要偷摕恁的商业机密，你绝对袂用回老店的公司的啦。阿静，我知影过去哦，我做真侪样伤害你家的代志，啊，不过我嘛为我所做的代志得到报应啊。今摆我真正是真心悔改，为小人变作君子。我来这无特别目的，干那是想要甲我的经验。甲遮少年的哦，斗相共啦！你是当作我头一天熟悉你哦，我才不相信哦，你这人才好心啦！阿姐嘛，时代伫改变啦，环境嘛伫变啦，人嘛是会改变的。哦，我哦是比你想的更加好心，你若唔信哦，阮公司附近有一间幼儿园。你会用去遐探听一下，大家拢知影，李有贵捐真侪钱做善事，我即马真正是一个大善人呢。对啦，阿妈，那是这点嘛，我甲慧玲会当替伊做证。嗯。哎呦，安康诶，恁这囡仔哦，拢伤过头单纯啦，也会当骗过幼稚，会当骗过恁这少年了，
我是绝对袂阁去互骗去。阿妈，卖阁讲，卖阁讲，我是无希望讲吼，你亲像阿妈同款啦。当当时吼，带念亲情安尼收留的，要到尾啊吼，煞叫出袂去啦。阿妈，阿伯真正甲较早无同款啦，伊有改变啦。拄则咧讨论当牛挂包的时阵，伊嘛足支持你的呢。哎呦，袂听。阿妈唔知影讲哦，我都爱安怎讲，你才听会入耳。惠弟，你一定要了解，阿妈会安尼哦，是为你好啦。假使你有鬼吼，若是继续留在恁村的公司，我就无可能甲村里合作做挂包了。阿妈，阿妈，进。我来甲阿妈看看一下啊。我甲你做一起啊。没，你无去，我来着。常常来报道，我真感觉足烦的呢。我都跟你讲过啊，我跟亚军哦，都是姊妹仔在冤家尔，拢是误会。拜托，你定时定期来报道，那是法律规定，都不是我讲的。搁再讲，我这里无闲，还搁处理你的代志，莫讲你烦，我才是烦呐。哦，阿三，你看。平常时吼，拢会捐款给爱心机构啊。我这么善良的人，哪有可能去救一个残废的啦？哈哈哈！哈，稍等，稍等，杰西卡，你是什么款的人？我真清楚嘞，莫来这套。我跟你讲啊，莫演啦，这无镜头啦，你要演给谁看？好的啦，姐。今日来了都还好，杰西卡因为伤害谢亚军的代志哦，爱定时定期来警察局报道。啊，恁今日来哦，多拄着面。杰西卡，我问你，郑祥伊妈妈出车祸，伊讲你是不是有开车出去？郑祥伊妈妈出车祸，伊讲哪一天啊？你怎么在搞考试哦？你之前是不是有甲车行租一台车？哦，你讲迄间哦，是讲你凭什么问我？我为什么爱回答你啊？哦，你讲伊无资格问你哦，那你我来问啦。蔡振祥因妈妈出车祸迄间，监视器有翕到你开车出入的迄个附近啦。哦，咁安尼？嗯。啊，监视器是有翕到我做什么犯法的代志，还是讲我有闯红灯啊？你开车去迄附近是咧创啊？敢讲是伫遐等蔡振祥？我等蔡振祥要创啥？我即摆敢若想要紧来甲伊离婚啦！蔡振祥的代志，莫来问我啦！静虎，阿你来嘛来遮？阿姨啊，阿你来警察局是咧创啊？我陪这个张小姐来甲警察报道啊！啊，张小姐，啊，伊敢不是张美芳啊？是啊。张小姐，请问一下哦，一礼拜之前你是不是经过光华路迄附近？你敢有看到发生车祸？您今麦安尼聊，我今明看是咧看安怎的哈？伊是从关伫咧疗养院的笑的，伊今麦有笑，我家己讲啥都唔知啦。刘小姐，我来问啦。刘小姐，这是警察局吼，你真安全，你莫惊吼。啊，你看详细，伊杰西卡是毋是开车去弄着啦？哈？流足侪血哦，涂骹流足侪血，老师啊，哪会是这种代志？这干嘛？这干嘛？来吧，你别紧张哦，别紧张，别紧张，好。
这位张小姐吼，自少年到即马，伊个精神状况哦，无介稳定。恐惊你即马来甲问，嘛问无出啥。哇，杰西卡，是安尼伊会讲，你弄死人啊！我管会知，你问伊啊。废菜正常，因妈发生车的代志，甲我无关系啦，莫牵拖为我家来啦。阿Sir，我已经做好该做的报道啊，吼，安尼我是袂当来走。明有签着就好啊，啊，不过爱记你啊，定时定期来报道，唔通袂记你。这张美芳竟然有看到我弄着啦！我一定要想办法解决这个小杂包。我到啦。我唔好啊，连叫，我要等佢，哎，歹势啊！哎，今日哦，互恁走来警察局一抓，啊，我无想讲张小姐情绪哦，无啥稳定啦，啊，无安尼啦，你先请伊哦，等伊休困。啊，伊若状况有较好，会拜托的，再麻烦你哦，再来警察局一抓，麻烦拜托。多谢多谢，别放假，我来等哦。海姐，真正气死人啦！真无简单哦，找到证人哦，会当提供线索。煞知哦，哎，精神有问题啊！那安尼啊，我妥。虽看起来哦，精神无啥正常啦，啊，唔拄只哦，伊一看到杰西卡，伊就讲伊弄死人啦。我咧想哦，你阿官的出招绝对甲杰西卡有关系啦。这个问题你会当问公司的财务长，伊对公司的财务拢真了解，伊真专业嘛，真老实，你完全会当相信伊。嗯，好啊，有啥问题哦，你再来问我。哦，拜拜。嗯，好。仙女姐姐，嗯，这茶好喝哎。嗯，你刚打电话给铁扇公主、啊。是呀、啊。嗯，我喝这个茶哦，让我想到我在疗养院的时候有一个好朋友，叫张美芳。嗯，她哦很照顾我，对我很好哎。我现在回家会想她哎。嗯，她哦有一次跟我讲说她在医院里面吃东西。梗到喉咙，差一点死掉哎，很可怕、啊。哎，我突然间好像看到他，他在找他的娃娃哎，他娃娃不见了。仙女姐姐，你要不要带我去看他？我觉得他好像不大好哎，很危险，我怕他有事情哎。你不是真无介意疗养院迄个所在？我好，无安尼啦，我先替你打电话问伊，问伊有安全无，让你放心，好。哦，好，好。哎，阿妈，我甲文啊，哦，啊文人哦，伊想要问看卖伊好朋友张美芳，伊今麦伫疗养院有好无？你无伫咧疗养院做工课啊？啊，张美芳即马住伫咧你遐。哦。哎、欸，阿妈。哎、欸。王母娘娘。谢老板，拢太东西。哦，你无安怎啦？哦，我真好啊。哎，咱做伙来去啉下午茶好不好？你今仔日是我唯一的 VIP 哦。哦，我有炸面包来。哦。哎、咱做伙去迄边遐食好不好？好啊。哎，行，咱去边仔食。好，仙女姐，我走，走，走，走。啊，你唔通走伤远，阿妈，卡细你哈。阿妈，遐济好。阿妈，阿姨哪会住恁家啊？阿你哪会常常把头颅死掉？阿妈老啊，阿脚手嘛无遐灵了，所以唔只想讲把头颅死掉。阿美芳哦，暂时到我遐尔啦。你是应该退休啊，好好保养身体。
啊，我抓了，我抓，我提营养品给你。唔免啦，嘉文啊，你家己好好照顾家己就好啊。阿妈，你别烦恼，我家己会照顾家己。快滴，我会打电话给你，提营养品给你。安尼哦，就当成就即马，带伊两个人出来行行耍耍的。嘉文啊，伊真正是一个足好的查某囡仔，嘛是阿妈的乖孙。会想的哦，伊无这个福气，而且嘛无资格做你的妈妈。伊即马甲将军吼变成海王的啦，三不五时常常做一寡有诶无诶，要是讲伊拢选择。我真正不爱做伊个查某囡。我嘛有甲你妈妈讲过，口劝伊讲话，唔好甲迄个海王做伙，伊就是唔听我的话啦。阿妈，有甲好无啊？你啦，我要等我姐，我来买水给你啉。好。哎，你一个。我们娘娘，你说下午茶虽然不在家，不过哈，还是仙女姐姐她爸爸做的哈，比较好吃哎。阿姨拢做什么好吃？肉燥饭、卤肉饭、排骨汤。肉燥饭哪会当当作是下午茶？我来伊讲哦，哦，我台湾因家有做做糖果，啊，搁有蛋糕哦，啊，搁有种巧克力佐伊啊哦。你骗人！巧克力佐伊啊，骗哪济？哎，真正呀、啊！我台湾啊，伊因家做有只，迄煮出大件的，好美食哟！哎，那糖果屋嘞，你唔相信哦？我今嘛带你去看，走，来去。好，走。妈，哎，小心注意哈。我娘嘞？啊？嗯？我……哎，阿娘，你找到呀？我……不要紧啊，我甲我娘去给她定位，照定位去找伊就好。哦，好，去对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好好，不要，不要。哎，谢老板，啊，你来一直后背蛋笨手啊？我做计划啊，啊，不等你哦，等下就找无咯。不要紧啊，啊，等下哦，去阮达官遐，我才叫伊哦，用车载咱回去啦。哎，阮达官阿爷车足大台，足舒适的哦。哦，我想到啊，我以前嘛吼有一台真大台的玩具车哦，要不然即马无我开呢，行我危险。是哦，开车真正做危险的。哎，顶个啊，我看到迄卡着因哦，迄开车弄死人，真正有够可恶的，啊弄着人了后就走去啊。卡着因，你是讲迄个面白白、头毛长长迄个查某鬼啊？你嘛熟悉伊哦？当然嘛，我嘛有熟悉，伊叫做白骨精啦。就是伊刚还哦，好我吼乖嘞，疗养院的呢。就是，仙女姐姐跟帅哥哥来救。阿伯，咱看到伊，一定爱好好给驾驶。一定啊，一定爱好好给驾驶。我跟你讲哦，我的拳头真有力哦。右勾拳，左勾拳，月下偷桃。哦，我爱吹气嘛，就来个嘞。叫我加掉的人，一几个月内乌青。你跟什么狗学的？贵宾狗。汪汪汪！不行。汪汪汪汪！汪！不行笑。汪汪汪！杰西卡，我已经看到张美芳啊。汪汪汪！已经要跟谢良做伙了。哦，放心啦，我一定让张美芳吼以后连话拢讲袂出来。小心！小心！
不是放笑，你咪乱讲好不好？嗯。哦，去咬他，去咬他！看我的，右勾拳，左勾拳，月下踢，别过来给狗，别来来来，你那个班长，班长，前来！哎呦！哦。你这只锯齿鲨很厉害哦！谢老板，多谢你保护我呢。我今嘛就带你去我大哥遐吃好料。你进来坐，进来坐。无聊，美芳啊，无聊，美芳，我妈这里哦。好，哎，无聊就去呀。手机在这，哎，就走倒去啦！我看，我先报警好啊。好，快，快，快！妈，你慢慢呢，看到阿伯哦，就得想要改关照，你安尼会足歹做人的呢。我倒是要爱恁哦，搁较了解伊的啦。李慧婷，你会担任副总这个职务？这是很重要的一部分，我是感觉哦，安尼对恁村里公司来讲，太过头冒险了。阿妈，这点哦，你当放心嘛。其实哦，副总只是挂名，伊哦只是公司的业务尔啦。哎呦，你嘛知影，阿伯最爱民主的啊，所以哦，互伊有这个副总的挂名，伊在外口嘛较好甲人讲代志啊，对不？但伊迄款人哦，你根本都无需要顾虑伊的面子。哎呦，阿妈，我知影哦，阿伯过去真正做足济，互人无法度原谅的代志。啊，不过伊今毛真正改过自新呐，而且伊伫食品界的人面哦，确实是足快啊。伊若愿意甲公司斗相共，对公司真正足有帮助的呢。你讲的哦，阿妈是会当了解啦。虽然讲你甲恁爸。拢讲李有贵吼，即摆性情拢转变啦，变较好啊。啊，不过都唔知安怎啊，对着伊这个人，我都真正袂放心的哩。我理解啦，啊你遐尼紧哦，对伊的看法改变是无可能的代志。啊，不过可能会当用时间倒倒来证明啦。哎，慧婷啊！哎阿静，来，慧婷。啊，你是不是较畅畅无忧啊？哦，对哦，啊，伊拢到位啊，是无？哎，拄啊到位啦，啊，我请因伫会客室等你。哦，多谢因，安尼我先开会，安尼阿妈就麻烦你小招呼者。阿妈，我开会哈。嗯。你去无用，你的代志就好，免在遐招呼我。哎，阿婶，就算你不是我的师大，啊，不过慧婷是公司的总经理，伊甲我交代的代志，我嘛袂用啊无做诶。李有贵，卖阁在遮咧假神假大，我是袂阁互你骗第二摆。阿婶，讲实在啊。以前是我想袂开啊，啊拼死拼活哦，就是想要把财产哦留予死者。我两个后生，一个死啊，一个任别人做老爸。所以今嘛，我已经对人生哦看破，我出事哦两手空空呐。啊，最后哦，什么拢炸袂走。啊！一世人为着名甲利哦，伫遐咧烧钱，根本就无啥物意义嘛。不如留一个好名声，哦，互人怀念。所以，这就是你甲钱拢捐予育幼院，捐遮尔济的原因咯。啊，对啦。啊，你安尼
时全部拢捐出去，你敢袂后悔？当然嘛后悔，我是后悔哦，无较早捐出去。老董事长，阿仔，阿恁两位唔是同款，阿个伫一品，阿哪来遮？啊，共党个哦，拍算即马要甲一品第一个厂房收起，所以啊，即马全部员工哦，已经啊开始咧放无薪假。第一厂房，所有上过有经验的员工拢伫咧第一厂房内。啊，共党个想要变来怎？哎，阿姐，一定是伊哦，无法度处理无薪离婚的代志，唔则归去哦。把迄个工厂收起来，工党的哦，即马安尼做哦，明明啊，就是逼阮遐老员工哦要辞职，所以啊，阮哦来找幼稚总经理，甲阮斗相共。啊，不过恁敢会找唔到人？即马阮李家第一品哦，啊，就无讲话余地啊，恁找幼稚嘛无甚物路用啊，刘总。足侪人讲吼，李家虽然即卖已经无经营权啦，啊，不过吼，原来是一品的大股东，所以啊，我来找李总经理哦，可能还有一点仔机会，若无吼，我真正是想无啥办法啦。我后生哦，现此时无时间，然后处理这件代志，啊，不过您放心。我一定会尽力想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。阿妹，请先倒转去。多谢了，董事长。多谢。啊，这拜托你啊。哪里讲？哦。哎，等下阿舅。嗯。你敢真正要去插手一品的代志？你爱怎样呢？因拢是为一品打江山的老员工呢。是我无才调，甲一片救落来，因今仔日都未拄到这个问题，所以我袂用的无斗三工的。阿金，啊，不过即卖一片已经予工党的抢去呀，你叫是伊会听你的话哦。四工这個人哦，算我得较认真的生理人。我若是会了解讲，一品的第一厂房对一品的重要性，伊就袂收掉。啊，不过你也知影嘞，伊是一个假冒，唔忙你死。你叫是伊真正会听你的话，无可能啊。这是我家己的代志，都无需要你烦恼。你甲慧婷讲，我先离开。无咯，阿静。哎，阿静，阿静，你莫冲动嘞。慧婷啊，啊，恁阿妈，哎，就是阮阿婶啦，即马走去哦，一片哦找工党的，嘿，我惊会有危险哦，即马我缀伊来，哎，你代志哦处理煞，就紧来哦，好啦好啦，连明仔甲你解释啦，是安尼吼，哎，阿婶阿婶，哎呦，我拜托你较认真一下好无？啊，你同情遐老员工的心情，我完全了解。啊！不过，若是要处理这件代志，咱是毋是会当阁想其他的办法？你无需要一人走来遮哦，找工党的理论嘛。那员工是已经吼逼到走投无路，才想要去找友情。我拢已经答应因，要斗三工处理这个问题。啊，我若无去找工党，谁要去找？啊，无你去。我无适合啦，你即马看到我哦，就会抓狂，根本袂有机会哦，和我讲话啦。既然你无法度斗三工，你就卖对来，我跟你去。恁俩要做啥？我要见工党诶。阮爸敢是恁讲想要见就见得着？若有啥物代志先甲伊秘书联络啦。若想要见咧，伊自然甲你联络，请你离开。他即马是安怎？听恁讲，阮爸阁叫阿不哩顺哦。看起来，你予工党诶做囝。我做不了关系嘛！我跟你讲啦，
你莫叫是哦，你干涉到，就遐得到公家财产，因为伊对你根本就无感情。等下你哦，互公仔啊挂住公家一公，你就千万哦，莫走到咱求婚收留你啊！你放心啦，但是我相信吼，真正走投无路之工，我嘛绝对无可能等于求你家啦，请你离开。我袂离开。我警告你哦，我即马是看你误会啊，我只好你机会跟你离开。啊，那么我就叫警卫要赶你走。春雨，你为着荣华富贵，将永逸的温情放一边，连你家己的亲生爸爸都无要得。好啊，你要叫警卫啊？代志不好，愈大条愈好，我都要大家看看。啊！阮李家到底是偌尼啊不幸，竟然会嫁出一群无血无目屎的囡仔！你给我站起！我出生在李家大汉的时候，恁家当作是狗在饲，当作是贼在提防我。若不是我妈生到台帮头台，叫我一定爱忍耐，我早就已经离开你家啊！真是！你无要认我这老爸不要紧。因为当年我嘛唔知有你这个后生，所以我无尽着做老爸责任嘛。啊，我你阿妈无同款呢，从你细汉，伊是遐尼疼你，甚至咧破病的时阵，佫想要家己的股份平均分互你遮细碎。伊遮尼辛辛苦苦甲你饲养大汉，你哪会用这种态度甲伊讲话啊？因为根本就唔是我阿爸，唔惊疼你。牛鬼！你就是阮爸，你凭啥拍我？拍你安怎？像你这种唔知感恩的人啊，什么人拢会教死你啊？好啊，这是你逼我，你敢拍恁爸啊？牛鬼，你真大胆呢哈！你当作这菜市啊，来这闹代志吗？这是我甲阮囝代志啊，你莫插啦！你骨个跑！不要紧！今仔是我要家己来找工党的，甲你无关系，你紧转去啦，准哦！我今仔日若无见着工党，绝对袂走。我无可能让你见着阮爸。你的